今天阿泰给大家介绍一个日本妹妹，星号星号浅川梨奈，星号星号童颜，加上犯规的身材让阿泰直呼肉感 YYDS。浅川梨奈1999年出生于日本崎玉县，是日本偶像团体成员，演员为 Super Girls 超绝少女，成员代表作品人狼游戏、疯狂大陆被称为千年一遇的童颜巨乳，等于朝浅川梨奈长相清纯可爱，脸肉肉圆圆的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再加上与这年纪不相符的魔鬼身材者。阿泰真的不得不爱浅川梨奈，既能性感又能可爱，白白的皮肤笑起来又很单纯，身材若隐若现，阿泰称她为日版柳岩不过分，8.1到5分，你爱她几分？